产品好不好，咱得看疗效。这些打着量子旗号的高科技产品，真的那么神奇吗？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。李永乐是一位中学物理教师，有学生向他请教量子足浴盆的科学原理。这名学生的妈妈花了10000多元钱买了一个量子足浴盆，把脚放进去之后，泡脚水就会逐渐变色，脚上还会冒气泡。推销人员说，这些析出的杂质就是在量子科技帮助下排出的身体毒素。这个量子产品了嘛，太好了，轻汪汪的一盆水泡半个小时，身体里面毒素排出来。咱们的目的是通过排湿排寒调理，不去医院少去医院，不得大病少得病，这款仪器就是管这么大的用。李永乐告诉记者，所谓的量子泡脚盆应用的只是中学化学中的电解知识，与量子毫无关系。原理非常简单，就是因为在通电的情况下，那个金属的电极呢会发生电解反应，一部分金属就会溶解到水里面。那么不同的金属离子和不同的化合物呢，它会有不同的颜色，可能是绿色的，可能是褐色的。本质来讲呢，就是像铜、铁、镍、镉这些重金属。打着量子旗号的高科技养生保健产品，不仅对排出人体毒素毫无帮助，还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伤害。重金属离子它是有毒的啊，人如果喝进去的话会中毒，如果接触到这个皮肤啊，也会对皮肤产生很多比如过敏这样的反应，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，还会很有害。量子足浴盆采用化学反应混淆视听，